脸部肌肤状况和颈部的皮肤是最容易显示年龄的两大部位。大部分女性并未察觉颈部皮肤层结构与脸部的有所差异，因而将脸部的护肤品涂擦在颈项，但久久却未见效果。为了配合今年全球55周年庆 ，Menard 再次延伸 Oden 干细胞系列，着力首创研发含干细胞技术的浓缩精华脸部和颈膜，让人瞬间能够感受其神奇的变化。另外，该品牌另一个备受喜爱的脸霜，其功效可以修复、补充、激活和再生肌肤内的干细胞，从而保证肌肤年轻、细致，以及远离各类肌肤老化的问题。 此外，该品牌还推出独具特色的自动式唇膏，拇指只需要轻轻一划，就能够快速简单地描绘出娇美动人的唇彩。除了卓越的设计之外，还含有维生素 E， 具滋润性，长时间涂抹后色泽依然清新美丽。该品牌为了让推介礼更添色彩，特别和著名的艺术家配合，使用唇膏绘画出一幅幅意境唯美的佳作。